大量的跑在一起，就觉得很安心，就没有病毒，没有病毒在你心里生病。没有，我觉得一家人呢真的很厉害，居然把益生菌深入到洗衣精、洗碗精，还有洗奶瓶的模式。嗯，感觉好难洗哦，放进杯子里面。天哪！什么的，你根本就不用怕啦，它就开始做溶解了，它那个油脂自动脱离，超神奇的。色素也是哦，奶瓶清洁慕斯，安全到洗蔬果。你看一下这个洗过的有没有脏？黄色的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安心耶，就是要这样。